咧，你系美善嗰位嘅主。系啊，我哋咧要嚟去宣扬你啊！我哋咧要嚟去赞美你啊！我站在山顶上，我站在山顶上，大声呼喊宣告，力量山不止境，永远不会停息。你慈爱随着我，充满我的生命，你爱让我惊奇。系啊，再来啊！我哋站在山顶上。我站在山顶上，大声呼喊宣告，力量山不止境，永远不会停息。你慈爱随着我，充满我的生命，你爱让我惊奇。And I sing, and I sing, 因为你真好。我站在山顶上，我站在山顶上，哎呀，等姐妹，大声嘅呼喊啊！力量山不止境，永远不会停息，你慈爱随着我。无可相比的主，哎呀，你的慈爱比天高，比海深，再没有任何人，再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你相比。哎呀，等姐妹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我们在网络上可以一起拍掌，用我们的掌声献上这个赞美给他。有任何人，再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你相比，连你的深海洋都显明着真理，在黑暗的时刻，一路明亮晨曦，你爱让我惊奇。神啊，你真好，哈利路亚，我要赞美你，我要赞美你。
话俾呢个世界知，神你有几美好。阿门。全身心，我全心宣告，让世界知道你真好，你真好。晴天或雨天，我都要赞美你真好，你真好。还有，我哋带住信心去宣告，我全心宣告，让世界知道你真好，你真好。晴天或雨天，我都要赞美你真好。还要扬起我的心，有没有信心？哦，我全心，我全心宣告，让世界知道你真好。上台赞美一个嘅感恩喺神嘅面前。疫情的里面，无论我们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，是啊，我们都知道神的看顾，是啊，神的保护，神的平安没有离开过我。哦，哈利路亚。
舍了。主，你就是那位永远都是看顾我们保护我们的位置。主，让我们这一刻我们真的进到你的同在，隐藏在你的膀臂的底下。不伤我，夜里月亮也不害我，此刻只有耶稣作我的保障。藏我在你的翅膀下，就在那里你用慈声对我说话，不伤我，夜里月亮也不害我，此刻只有耶稣作我的保障。再一次呈现我心于主你面前，唯独你能软化此心，使我宽裕。在世间再没有别人可以夺去我的思绪，我的一切全属主你，我的一切也都归你。耶稣，耶稣，作我避难所，你吩咐你的使者保护我，用你的双手来托着我。耶稣，你必亲眼观看，亲耳应允我每个祈求，每个祷告。耶稣，我只要你，耶稣。哎呀，我哋请姊妹去唱。不伤我，夜里月亮也不害我，此刻只有耶稣作我的保障。再一次呈现我心于主你面前，唯独你能变化此心，使我欢愉。在世间再没有别人可以夺去我的思绪，我
一切全属主你，我的一切也都归你。耶稣，耶稣，作我避难所，你吩咐你的使者保护我，用你的双手来托着我。耶稣，你必亲眼观看，亲耳应允我每个祈求，每个祷告。耶稣，我只要你。耶稣，耶稣，作我避难所，你吩咐你的使者保护我，用你的双手来托着我。耶稣，你必亲眼观看，亲耳应允你每个祈求，每个祷告。耶稣，我只要你。耶稣，耶稣，我只要你。进到神的同在里面啊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拉西，哦，拉西，系啊，经历神呢种嘅保护，经历神啊呢种嘅平安。向耶稣去呼求啊！哦，哈利路亚，我需要你，系啊，主，我需要你。我的祈求，耶稣，我的耶稣，我的宝，哈利路亚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心与主你显示，唯独你能软化痴心之心。再一次，我哋嚟到主嘅面前，系啊，呈现你嘅心俾佢啊，系啊，主，主我哋喺度啊，主。系啊，再一次。再一次呈现我心于主你面前，唯独你能暖化此心使我欢。系我哋一齐啊！再一次，再一次呈现我心于主你面前，唯独你能暖化此心使我欢愉。在世间。在世间再没有别人可以夺去我的思绪，我的一切全属主你，我的一切也都归你。耶稣，耶稣，作我避难所，你吩咐你的使者保护我，用你的双手来托着我。耶稣，你必亲眼观看，亲耳应允我每个祈求，每个祷告。耶稣，我只要你。耶稣，耶稣，作我避难所，你吩咐你的使者保护我，用你的双手来托着我。耶稣，你必亲眼观看，亲耳应允我每个祈求，每个祷告。耶稣，我只要你。耶稣，耶稣。
再次将我们所面对任何的事情都交在主的里面。是啊，承认我们真的无能为力的主，是啊，主，我们唯有依靠你，是啊，唯有你才是我们那个永远的依靠。我的神啊，耶稣，耶稣，作我避难所，你吩咐你的使者保护我，用你的双手来托着我。耶稣，你必亲眼观看，亲耳应允我每个祈求，每个祷告。耶稣，我只要你，耶稣。是啊，主，唯有你才是我们的依靠。是啊，弟兄姊妹，将你一切的重担，是啊，都交在主的脚前。是啊，是啊，主，给我们力量去面对。我的神啊，你啊，生命福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我困境阻挡，你执意不摇晃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。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当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哦，哎呀！每当我面对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福分与我分享。更深的渴望，每当我困境阻挡，你执意不摇晃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。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当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你是
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还要去，唯有你是我们的依靠，我真是经历你还要去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当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。还要让我们一起来宣告呼求，你是我永远，还要主，这个是我们的祷告，是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呼求，主，我真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到头来全心敬拜，真实就在不远前方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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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当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等待新的你，人生只就在不远前方。你知不知道神迹发生在什么时候？就是当我们觉得绝对没可能的时候，神去工作的时候，但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眼睛来到看见，所以我们去来到去呼求神，求你让我们看得见你的工作，主，不是按着我们心意，而是超越这一切的问题，主，让我们的心来到去喜悦你的工作。有时我们不明白，但不等于神你没有工作。主，我们特别真的在视频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来到去鼓励你们，如果你在身体上面有软弱的，你就是按在有痛楚或者有问题的地方，你为自己来祷告，因为我所相信的神和你那个所相信的上帝是一样的。Amen。我们所祷告和你的祷告都是一样，我们宣告，我们宣告神你的医治就来到临到在我们有疾病的弟兄姊妹的里面，无论是心脏或者是一些肩膊的疼痛，
或甚至乎在腰部、在脚部，你觉得自己很软弱的、无力的，我们宣告力量就临到，我们宣告这个健壮啊！没错，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你宣告你的医治大能就临到啊！主，特别在这个时候，可能你觉得很灰、很沉，甚至乎你听不一样。甚至你的手你会在震的，你不知道为什么搏命的那种的焦虑在这里，或者甚至乎可能你觉得我不可以再看新闻了，我告诉你，神要来到释放你，神的平安要来到释放在你的当中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宣告神的平安，神的稳妥在我们的当中。哈利路亚，哭啦啦巴巴巴沙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有些人可能呢，他甚至乎在梦里面，他觉得仇敌都不放过他，在梦里面他都会发恶梦，甚至乎让他惊恐的。我们奉耶稣的名字，你释放这个平安，神的说话平安就来到去进到你的梦境的里面。神在这里掌权，主你在这里掌权，主你在掌权，主我们知道你看顾我们，你看顾我们，主你的看顾就足够了，你看着我们。哈利路亚，主多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再一次宣告，你就是我们永远的倚靠。无论我们醒着或者睡着，你都看顾着我们。主，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应许，无论大小，都是实在的，都是阿们，都是会成就的。所以我们继续来到去坚守信心，去来到去信靠你。你就是我们的永远的上帝，你就是我们唯一的救主。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，没错，耶稣，你是我们唯一可以呼求的那位，没错，主，我们称颂你，我们称颂你，我们愿意一切的权能、一切的荣耀、颂赞都归于你，都归于你，你配得的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哋一齐拍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切嘅敬敬重都系属于上帝嘅，属于耶稣嘅。哈利路亚。